大家好，我是陆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《在学校》。在学校，我喜欢看书。书，我喜欢画画。画画，我喜欢跳舞。跳舞，我喜欢唱歌。唱歌，我喜欢游泳。游泳，我喜欢打球。打球，我喜欢爬上爬下。爬上爬下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